距离比赛还有13天，我坦白了，经过了昨天的事，他就算再笨，肯定也猜到我就是 Z 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当然是天大的好事。昨天啊，昨天的事先不说，这边我帮会见你。对 Z 神是不是很熟悉啊？还算熟悉吧。那你说 Z 神会喜欢这样的裙子吗？他应该挺喜欢的吧。心灵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……你说过两天 Z 神的粉丝见面会，我送他什么礼物比较好啊？什么？什么粉丝见面会？为什么粉丝见面会啊？你们不知道，网上都炸翻了。历史在今天宣布回归赛场，剑指今年 S 赛的冠军王者，真的不出手了，太厉害了。你这应该是假新闻吧？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各大赛区的明星选手都发表了回应，这不可能是假的。而且这个消息还是我们教练亲自确认的，是你看什么？距离比赛还有13天，心林居然要给那个冒牌货买礼物。玉州，你说我送雷神一辆车怎么样？会不会有点俗气啊？你们连面都没见过，你送他这么贵重的礼物，真的合适吗？气死我！嘘，我们车上说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龙龙现在应该是你们 KC 俱乐部的教练吧？我真的没想到龙教练会是这种人，他居然找人来冒充师傅你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他之前一直在国外训练，最近才回来。我就知道他是和师傅你同一时代的人。实力怎么样？实力怎么可能和师傅你比？我跟他打过一次，确实很强，而且风格和师傅你很相似。那师傅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我记得你们现在打职业收入应该不低吧？是不低，但是我刚刚和俱乐部解约了，所以没钱。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侮辱你。这样很难去扛，谢谢师傅。距离比赛还有12天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新闻看了吧？如果你想这样逼我回赛场，我劝你趁早放弃吧。立州，你未免太可能性自己了。我打电话来只是为了提醒你，忘掉人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名字不再属于你。哼，本来就是我不要的东西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叶盛还年轻，我希望他继续能留在 KC。好啊，很公平的交易。小盛，你以后什么打算啊？打算还是继续打职业呗，反正又不是没有俱乐部要我。但是你想拿冠军的话，只有留在 KC 最有机会。我可不想跟着一个冒牌货拿冠军。来喝奶茶。哎，不，师傅，我还欠着你钱呢。没事，钱的事情不用着急。你去支付宝搜骑士特权免费领张骑士卡吧，平时点外卖7折，买阿迪耐克还能3折起，700多的贝壳鞋300多就到手了，这样你也能省不少钱呢。这么好，我去看看。小盛，你回 KC 吧，我已经跟龙说好了。师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不可能回去打职业了。Z 的名字给谁都无所谓，那是你的梦想。怎么可能无所谓？是不是已经忘了 Z 代表着什么？师傅，那你去打职业的话，用什么名字啊？就叫 Z 吧，最强的 Z。最强的 Z， 太帅了。但是好像别人都是一个单词，没有字母的。那就叫 Z 吧，从零开始，直到最强。
心灵。医生，三怪，医神今天开直播了。什么？距离比赛还有12天，弟子的荣耀。猎神现在的变化也太大了，不仅高调的开粉丝见面会，而且还开直播。他以前夺冠的时候，可是连口罩都不摘呢。哎，可惜没有露脸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一定很帅，你说是吧？嗯，他还直播什么呀？他在跟其他的职业选手打 solo 赛，他已经连赢了7把了。现在跟他打的是，哎，这个 ID， 这不是小胜吗？你说什么 ？Z 神选的瑞文，小胜选的剑姬，你说谁会赢啊？小胜会输的。没事 ，Z 神的牌子。果然雷神还是雷神，他光速 QA 太爽了。距离比赛还有12天，重燃的战役在这个冒充我的人直播间里，我徒弟为了我居然选出剑姬和对方 solo， 输掉之后更是公然在直播间揭露了对方，事态一下就上升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李总，你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以为这件事是我让小云去做的吗？不重要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叶晨这个人以后不会出现在任何职业赛场上。等等，喂，龙。叶晨，你马上给我过来。师傅，找我来干嘛呀？你知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呀？知道啊，说了实话。那你以后不能打职业了怎么办？不打就不打呗。刚好我最近玩了一款新游戏，升级就能领福利，就在你评论区点福利下来的。师傅，我想带我玩一下。你就没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过吗？啊，师傅的未来，师傅考虑了。小盛，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个人不是雷，他就是雷，他就是雷。Z 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不过是你发的事。我就是因为他才玩这个游戏，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一定很帅，说是吧？小帅，把你的号借我一下。顺便帮我约阵妈妈买货。师傅，你要我教你剑姬该怎么玩。距离比赛还有12天，归来的王者因为小胜在直播间戳穿了冒牌货的身份，龙盛怒之下对小胜下了封杀令，心灵也因此哭了。于是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因为龙的一条微博，网上的呼声顿时一面倒了。小胜用职业生涯换来的真相，连一分钟都没有维持到。与此同时，我向那个冒牌货发出了对战申请。啊，是不是不直接啊？你是不是美国？难道你已经知道他是谁啊？你的老朋友。再见了。刚才冒充别人还是那么理直气壮。这个你帮我拿着。这个冒牌货的瑞文真的好凶啊，血量居然和师傅换了个55开，3级开始压线了，6级了。师傅，以为他的血量都好长，小心他闪现大不了完了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什么大不了打不住了，就挂上了 R， 这是1秒识破，秒了。我赢了
看你搞这么重要吗？不就是保密。你刚刚和他说再两个关键。小宋，你愿意加入一些军工部队吗？来帮我打一滴吗？